为什么要给育鸟吃保健沙呢？像在野外自然环境中生存的鸟啊，除了要吃食喝水之外，它们还要经常啄食一些细土或者是沙粒类的东西，帮助消化研磨食物，来促进吸收和补充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。而笼养条件下的鸟啊，由于受环境限制，很难啄食到它们想要的这个细土或沙粒，所以啊，要在笼内啊装一些保健沙，让鸟自由啄食，这对鸟的消化吸收和生长发育都是有很大好处的。咱们家这个保健沙里啊，添加了墨鱼骨和贝壳，能给鸟补充钙质，还添加了维生素和一些微量元素。再就是啊，繁殖期下软皮蛋皮薄易碎的这种啊，也要吃。保健沙啊，一定是常年要吃的，每次放一点就行，吃完再加。一般啊，一周去给它更换一次。